参谋长。 장에 처음으로 오셨습니다. 敬爱的金正日，在最高司令官同志在2012年到2012年，要完成这个建设任务。上边那个发电站跟这个发电站距离不？ 정상 수위가 那时候就能够掌握这个高度，那个235米，它一定上去了。太棒了！太棒了！这是机器。哦，有没有那个？没事。对。我非常感激党的恩赐，一岁元几个月。 向美男，就起了美男权这个名字。那我们中国同志今后也要。我们也要为毛泽东友谊做更大的贡献。 이번에 우리 뭐야 이거 관계 체계를 찾아줘서 정말 감사합니다.